大权之道在什么？民民德在亲民在民之上。这第一句话就讲这个，这个里头最重要是哪一个字？最重要在哪一个字？这整个字最重要在哪一个字？啊，我问一些有那个的，一些都新同学。好，我大姐好了，你是这个三个姐姐姐的大姐，你讲，这个大姐叫大姐，应该在提着哪一个字最重要？你认为这句话里头哪一个字是最重要的？啊，大学之道，这是大学之道在民上，在亲民，在群之上。这一句话里头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地方？我觉得善。这没有啊，自善。说善。好，嘉宾，好，坐下。好，那个在啊，嘉宾，你来讲，你认为哪一个是比较重要？你认为善。好，那你当人家老婆的，你认为哪一个是？啊？德哦，在德，这边有德吗？明明德的德，啊，明明德的德，道德的德，算的。好，立明，哪一个字？子。好，立明讲子。好，本立明把它鼓掌一下，子是最重要。因为所有东西是靠这个子字来的。在你在在，你要讲明明德，你想到亲，可以。你再来，在哪一下功夫？在子，子到哪里？知道什么境界？至善之地，这个子是最大功。我们一般人的物欲哈，心很大，贪嗔痴爱很重，有没有控制好自己心？有没有止住自己的欲望？很难。看他开什么车，我也开什么车；他飙什么车，我也飙什么车；看他什么豪宅，我也豪宅；看龙虎，我要跟着龙虎。看他卡卡，我要卡一下。这止字很难啊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，止最难啊。对，止于至善。所以我们道家、佛教就讲什么？佛道讲戒什么？还要解戒什么？戒律啊。道家讲什么？清什么？清规。所以这个止字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儒家讲一句话，怎样？非礼怎样？非礼什么？勿怎样？勿视。非礼勿什么？非礼勿什么？非礼勿什么？不管你非礼，这个非礼是什么？就是指功夫啊。任何事都有离开这个子，你就放逸，你就不像人了。你这变成禽兽去了，所以这个子才是真功夫啊，它止于至善啊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字，你要看到这一篇里的重点就在那个字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大学者就是发扬自信之道，民就是切磋跟琢磨之功，民就是我切磋。明德就是我原来的本性是明德的，所以我要切磋之功。清明就是我自心的光明，就要做的事情，做度化众生的事情，化天下同胞，使各具其性。所以至善就是大而无极的境界啊！好，我把它做简单的解释，解解释你先要说的。大学之道在人的性天中，即在性天中，又何必自学？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有佛性，有天性在，为什么还要去学呢？因为我们人落在凡尘，被什么所拘？被气度所拘啊，物欲所蔽，将我们原本的信心的这个真理啊，陷于万丈的尘阵之内。所以我们必须戒什么？戒听经闻法，还有如说如切如说如陀如摩，用这样的火候的功夫下功夫。如切如磋，如陀如磨，精进不已。这样的话，师公以其不一，明性之天也，明你的性天。大学者，换而言之，就是令人学习发扬性天之学也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拉萨，发扬性天之学哈。虽然是学天，
儿时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是故先要格物心物，格心物，这个格物是格你的心的物。好，心物做主宰，不叫你的私欲。使你的言性怎样？又不出自信的内圣空空，到达大于子的境界，我可以控制。哎，例如说，爸比哦，我现在哦痴呆哦，我现在痴呆吃半年了，偶尔会想偷去外面偷偷跑去吃荤，但想到跑去吃荤，想想不对，不能去吃荤，又跑去拿回回来。他回来说，哎，不行，这很好吃，又想去外面去买一个，买一个，哎，又回来，他说我跑了三趟。我在心里在下功夫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又想吃，又空下腹肚。我说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止的功夫啊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啊。如果你不会，你要放逸自己，你就不管他身体二十一嘛。你要懂说，哎呀，我要休息，所以我会讲，会跟他作战。什么叫作战？天人战的话，天人什么战？天是我的天心呐、啊，跟我的人心呐、啊，会互相交战。那我当然，我认为天比较重要，我人比较重要，那我就提升，对不对？他说这可以证明，所以我们这边修行人每天都会讲他的心得，他修行的过程，他心里上那一块还是想要那一块，但是又控制不了，他又觉得那一块对我的提升没有帮助，我又要想要提升，所以经过了交战，这个叫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看懂啊？所以呢，所以人性会自身的内在中道与止的境界，内在之中的具体，集体故意，所以你要到止的境界，止就是说你根本不会动的念啊。然后呢，离不加以清明之用，何曰清明？明者身中良明也，良明者何？即以信天意，此天下同胞各心其良明，其圣人所谓兼善天下。哎，然我一人。性理明明啊，皇天何时啊？本无皇天一世之心，愿天下同胞都能够用上如切如磋如琢磨之功，赋你的信天之极大的光明，由怎样？由自己的光明去推自己的信念，所以由你修的内身之后呢，推出外王之功去建善天下。我该修会不好，我修了，我该一方我四边都有人，一行我都修理。哦，我那天鼓鼓掌，那些新竹来的三个姐妹带着爸爸妈妈都来听的，哇，这去的票很多啊！啊，鼓励一下，各位同学，希望天下同胞都能够受益，天下都能受益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智慧，这很好，这没有做坏事啊，这让我们了解古老的道德啊，让我们有很好的这善良的心呐、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哈。推悟今天极大光明。有几推人毫无人相，可以说是明明而之空，系内圣也；清明之功，系外王也。是内圣叫做明德，外王叫做清明。好，所以呢，系外王，内圣外王之功具足，一言而为天下后世法，一行而为天下后世德。你说的话，你破天天地的法则，你所行为，你所做行为是天下的什么准则？在世间就叫做圣贤，出世叫做仙佛。至善境界不行而自已，所以你到家的话，你这个至善境界，你自然怎么就达到那境界？所以第一个还是要止于至善。那还要就当简单解释一下，好，来一句一句念一下，白话。
同人相之分别，由此可以明白《大学》中的一格之功夫就是内圣，而清明之功用就是外王，内圣外王之功都具足。然后所说的一句话，都可以令天下后世效法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做天下后世之准则。在世时被称之为圣贤，出世后被列为先锋。那么大学所接触至善之境界，自然就达成了。好，那是讲得不错哈。李全阳祖师就讲说，第一边就讲说，我们先功要下手，要先从止悟一开始。如果你能得悟止悟的话，你要修到那内圣就容易，内圣做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推理外法成功。好，你所做的行为当人家转换，所以我们要达到内圣以前，要先去止格悟止悟，那格悟就看止的功夫有多少了。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道场，第一个一定有一个清规戒律，不喝酒，不怎样，不赌博。不怎样，我们这边有十二条清规。来这边道场的人不能有摄影，摄影的男女的恩爱，都在家里可以，不能赌博的，还有不能这样，不能吃荤的这个道场，不能抽烟的，不能吃槟榔的，不能来这打声骂人的，啊，不能攀岩的，啊，攀岩就是不能攀岩的，还有不能的，不能的分党派。我们这个戒律就给你指，就是说你来到这个道场，不是来这吵吵闹闹的，是来修身养性的，这个才像道场啊。所以这个叫指，就是清规戒律。好，我们再讲。